这个好漂亮！哎呀，哎，掉了掉了！你不要搞掉啊，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好东西来的。这个是什么好东西？我咋不认识？棉花。不是棉花，但是跟棉花树长得很像。这个叫红桃开。这个用来干什么？红桃开是什么？红桃龟呢，它这个花瓣有很多功效，也可以做药，也可以做那个泡酒。哇，这个这么结的。嗯，它那个是花苞来的，又不是结果的。这个不结果的呀。嗯，就这样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很漂亮这个花的。嗯。这个花挺漂亮的。这两个好结啊，看到没有，好记啊！这个豆子在里面孵的叫什么？我好像不记得。没见过啊。嗯。应该有吧？你们那里？我们这里叫刀豆。看到吗？它长得像刀一样，但是这个很老了。要摘就摘那种嫩一点的。哪种是嫩的？这种就是嫩的了。这个可能吃不动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好多老的了。这下面这颗还有一点嫩呢。哎，你来摘吗？你摘吗？我分不清哪一些。小一点那种是嫩一点的。这个呢？这个也老，你旁边那里两个，哎，那个什么呢？那两个可以摘。哦，那个老了，老了，那么老，你摘。老了。嗯。这个。小管的这个。怎么？我也饿了，晚上煮什么吃？你想吃什么？你煮什么就吃什么，晚上你煮。板栗炖排骨，你吃吗？嗯。嗯？你吃板栗炖排骨吗？你煮什么就吃什么。包这么多、啊？没有多少，就一点点。这个不搞了。嗯。这里排骨花多少钱？43。多少钱一斤现在？31。哇，这么贵，又涨价了。嗯。哇，你拿着高压锅，你到底是焖还是炖呢？焖。那你要用高压锅？要先压一下嘛，压软一点。老婆，我帮你洗青菜。你帮我洗青菜。这么好。洗干净点哇！放心，洗个菜都洗得干净。哇，很香啊！很香吗？等捞起来还要炒吗？焖一下。那这个汤呢？这个汤等一下喝啊，因为这个汤不能喝了吗？这么爽，一举两得吧，这样子啊。嗯，好香啊。嗯，这个会不会吃了流鼻血？这么补？会啊，会啊。这个怎么弄？这个就放在里面吧，等一下放点盐喝汤这样子。啊。嗯。怎么样？想得周到吧？我没想到一个排骨能做出两个味道出来哦。还可以。这样子又省了钱买一个菜啊。该省就要省。
想不到一个菜能做出两种口味出来。你想不是两种口味，是两种吃法。你想不到的还多着呢。这个西红柿跟辣椒呢，等一下就捞那个排骨一起煮了，又净味又好吃又下饭。真的吗？嗯。炒青菜先是不是？对啊。要不你炒？你以为我不会炒吗？要不要尝一下？尝一下我的炒。行。来，拿着。哇塞，放点油啊！放点油，青菜一定要油多啊、哦。好像挺专业的哦。必须的。好像不错啊。咱班呢，我也是去学过厨师的。哪个学校毕业嘞？农业大学。我炒的青菜绝对不会发黄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后我不吃饭了吗，女主？好，搞定，不过这么快？青菜只要炒到七成熟到八成熟就可以了。再炒下去它就会发黄。哦，原来这样。师傅，好了，搞定。咦、这个看起来可以吗？怎么样？不错，牛皮不是脆的，火车真的不是脆的。必须的。媳妇在做拿手好菜了，板栗排骨炒西红柿辣椒。我觉得跟你昨天晚上那个口味差不多，你这样弄，会不会？昨天那个要好吃一点。这个香味出来了不？继续。真的，娶到你是我的荣幸啊！太幸福了。这么快呀？是不是想天天吃饭啊？本来你就煮的好吃嘛。差不多。可以了是吧？嗯。那准备开饭喽。这种原来的就行。晚上吃了太棒了，多吃点。